look at the both sides managers.21K 哦，这边有衣服是紫色的，是21K 跟42K 都是背心，都是背心。好，那只是 N 号有四件，一件、两件、三件、四件。好，好 ，OK， 衣服没问题的，背心 N 号好。然后名字 HN D 位是67734，芯片也是。谢谢 AA 六七三四，好 ，OK。这是起跑点的那个总统府的街吧，那个总统广场的医保站，看你的号码，他会告诉你在哪里哪个医保站号码，然后有不同的医保车，把你要寄送的衣服寄上去。那你寄送的那个医保的规格，要那种规格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可以叫你购买。哎，那个一个台币100块，防水的是台币200块，哦，同样规格也可以，哦，那不可以背这种背包寄放 ，OK。那后面是大家公园，就是您寄完之后，他会帮你送到终点去，因为42K、21K 就是从中东路绕了绕了之后跑到大家公园去 ，OK。哦，因为您从海外过来，可以跟你说明，就这样，这样了解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这边有四对。OK， 然后这个是什么？一个人两张，一个两个，三个四个，四个人。然后这个别号码布的。好，那这衣服可能放不下，我把这个放在您的资料袋里面去。那这个另外放，好吧？那这个看这边先，您帮我签一个名字跟联络电话。那其他我放进去里面了。工作也应该说也帮助了500个家庭。OK， ready。